说真的，是娘陪你走到这，担心要迂回残留的此刻，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，都成了自责。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？你问着，怕看了你不说的，紧握着手心的温热，不得不选择，轻轻放手了。这是最后的一个，谁都要学的一个，我们曾那么快。这是最后的一刻，也是最珍贵一刻，只要拥有你陪着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最后的这一堂课，倒数的钟声响了，沉睡着寂寞之间，我祈祷着。